好了，在我们升级之前，我们先连个麦。今天想和大师连个麦，喂，喂喂，妄图啊，能听到能听到。这位呢就是大师，大师，他玩这个游戏玩的也很早了，然后他就是传说中的那个6666区的大佬。他当时冲这个游戏，你们猜充了多少钱？今天是好不容易有人帮我们牵线搭桥，认识了大师，所以，今天和大家连个麦，搞一下这个创新。这里先把这个金刚一拉满，35个直接吃满了呀！我的天，这肠子也差不多要满了。好的，大师呢为人非常的客气，大家也可以和他交个朋友。他呢也是在快手，大家可以去快手搜一下“斗罗大陆 H5 大师”，哎，就有他了。他有6.9万的粉丝，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。那大师的话，今天来我们这个直播间也是带着很多问题来的，但是我们要先将他于心，先要问他几个问题。你们想不想知道大师是什么时候开始玩斗罗的？你们应该不知道，大师你好，我们准备了几个问题想要问您一下，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玩斗罗的呀？可以的，我大概是在2019年5月份开始玩的吧。哇，19年5月，我这个游戏当时好像是6月底7月份才开始玩的，大师既然比我还早，很厉害很厉害。那大师，我特别好奇，我觉得直播间很多观众也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6666区你充了多少钱，对吧？这个项目都满了，我的天哪！大师不介意的话，666区，开区的时候是落地彩，落地彩，然后后面呢又充了40万，总共的话是50多万吧？哦，总共是充了50多万，哇！我们目标，我们本次目标其实就是30万，但大师这个预算比我们还高，哇！大师真的是很厉害。大师呢，经常也会做各种斗罗H5的短视频，他呢也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游戏，所以大师，我想知道。你玩的所有游戏里面，你最喜欢的就是《斗罗大陆 H5》吗？对，我自从玩了《斗罗大陆 H5》这个游戏以后，其他的游戏基本就是很少去玩的。哦，我的话我是各种游戏都玩，但是我确实觉得《斗罗大陆 H5》这个游戏是非常迷人的。大师觉得这游戏最好玩的地方在哪？可以和我们说到说到吗？这个游戏的话，其实主要是好多人一起玩，特别热闹。然后比较好玩的环节有每周的史莱克，还有神剑。中书之类的这些玩法，还有就是红环大牌等等这些，对对对，这些是这些活动是很有意思。我们这两天被夸父的人爆锤，实在是太有意思了。对，我也看到了，因为你们没有那个新武红嘛，所以对对，没有大家比较吃亏。我们也是第一次连麦，稍微有点尴尬，因为妄图有点紧张的，见到了就是英雄见英雄，就是惺惺相惜，大家理解吗？好多我的水友都在说，让大师来给我调调魂环。我觉得这个《斗罗大陆 H5》这个游戏啊，最有意思的也就是调魂环了。这个游戏和我玩过的其他游戏对比，就发现这一点特别的明显。它调魂环这一点，就是没有任何一款其他的游戏可以达到它的那样的一种高度。非常的厉害，大师当时，我们今天刚好是抽这草皇，大师刚刚也在直播间，我就想问大师，当年抽草皇是花多少的钻石呀？大概是50万钻石左右吧。啊，50万。然后那时候我拿的是，哇，第二名。那50万钻石才是第二名吗？对，那时候好多大佬。哇，那你们那些大佬有没有内战呀？我们很好奇。我们这里天天两个都会之前一直互相打，互相群殴。内战的话，其实我们几个大佬都是比较团结的，然后就是那时候人比较多嘛，区里边就是。小号容易内战，那挺好的。像我们每天天天打架，然后还花了好多钱，又磕又干。我要保护我的队友，去拿这种 boss， 拿这种奖励。要是讲这个先来后到，那其实不省了好多事了。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互相打，互相保护。所以我们这几个大佬，这每天除了充钱、除了复活以外，还要花好多好多时间，就是又干又磕。哎，真的是，你说，其实哎也挺有意思的。你要是没有意思，也挺没有意思的。钱花了，然后还被揍了。有人想问一下大师，元旦会不会出修罗？这个大师知道吗？这个我不敢保证，但是我觉得是会出的。哦，好，大师的肯定，来自大师的肯定 ，nice。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大师呢，也准备了几个问题，哎，来给妄图接接底。你们想不想听？我们有请大师，他把他准备好的问题抖落一下。大师，有人说666区有9个彩，这是真的吗？是10个彩。哇，10个彩，还有两个。还有两个是 V14 的，也将近快彩了。哇，还有两个 V14， 我的天，这太夸张了！难以置信，我们现在只有3个彩，我以为我们区已经超级无敌的强了，结果你们有10个彩，太夸张了，哈哈，到处都是彩啊！这不是彩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是吧？对，其中有5个人都是充了50万以上的。哦，5个人充了50万以上，我的天，那些人哇，那些人玩了多久呀？是在二月，今年的二月底开的区。哦。现在都快一年了，大师，您有什么难为我的问题？哎，可以抖了抖了，或者说和我们说一说。其实我
我之前玩的是海神服，然后自从看了妄图的视频以后才知道的折扣服，哦，然后。你是玩海神服，我当年也是玩海神服。我当年是6月底7月的时候，我去海神服玩了，但是我充了1000多块钱，我发现这游戏充个万把块钱是搞不定的。我就在想，我必须要找到这个折扣，能省很多钱。我要搞个3、4万，那时候我还没有钱，所以我就觉得我肯定要去找折扣。对于大师这样的大佬来说，这个海神充了多少钱？大师当年是充了多少钱？海神里面海参那时候我是，11万，11万，我的天，哇，这没有折扣的。这太牛掰了！11万在我们这昊天可以充好多好多了。我们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没有折扣，所以就想着这游戏还是挺好的，要多玩玩，所以就跑去了这个淘宝去搜了一下，结果是真的有。当时那个折扣还挺高的，我那个是，我还记得我序中是4.3折，首中好像是3.5折，比现在贵，然后坑了我好多钱，然后后面就越玩越便宜，现在就是3折，哎，就觉得还挺好的。其实呢，我就是，从那个你的第一次玩斗罗那个视频，然后认识的你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妄图，斗罗是你玩的第一个氪金的游戏吗？不是的，斗罗是我第一个氪金做视频的游戏。但是我记得我第一个氪金的游戏是2015年，我上大学的时候，那时候我玩了一个这个足球的卡牌游戏啊，充了万把块钱，其他的游戏也充了几百块钱。但是那时候我都是小氪党，小氪中的小氪。啊，了解。我估计大部分的斗罗玩家都是从你 B 站新闻那个号开始认识到你的，包括我也是。对的，好多，那时候加了好多粉丝，那时候刚好也没什么人做这个游戏的视频。我算是第一个尝鲜的人。后来大师是怎么想到要去做这样的视频呢？因为有好多志同道合的人可以一起交流这个游戏。啊，明白明白，挺好的。其实这个游戏就是和人多、和朋友在一起，其实是最有意思的。好，大师，请继续，请继续提问。然后我看你一直玩各种游戏，然后每款都是氪了好多的钱。不敢不敢，有的氪多，有的少。对，我特别好奇，你氪金最多的是哪一款游戏啊？我们氪金最多的游戏是今年3月份、4月份玩的一个游戏，叫《远征二》。那个游戏是直接充干了31万进去，那个是搞得最多的。其他的游戏有的有折扣，有的没折扣的没有干那么多，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不过这么算来，但是这个是单个游戏的话，就是一次性玩充了那么多。但是你要说斗罗的话，斗罗我们，哎，斗罗没有。哎，我想了一下，斗罗其实充了不少，但是它有折扣。算下来，我们包括我们这次充的，我们这次可能也花了个将近已经有4、5万了吧，加上之前充的6万、7万、8万，应该就只有个13、4万。还是那个远征二玩是充钱充的最多的。大师的话是经常做这个各种斗罗的短视频，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，快手搜一下他的名字哦，斗罗大陆 H5 大师就可以了。大师还有其他问题吗？你可以继续问的，可以放开一点，奔放一点，没有问题的。好好，谢谢妄图家粉丝的关注。我呢，这次没有给大家准备什么福利啊什么的，然后我就给大家那个在直播间发几个红包吧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感谢感谢，替观众们提前谢过大师，大师以后也可以常来，我们这种互动的话挺好的。然后以后要是有机会，也可以一起玩玩游戏。其实玩游戏就是人多在一起，和朋友在一起是超级有意思的。好的，我已经看到这个直播间的红包了，哎，再过27秒，哇，价值4000块币！哇，大师你发那么多？对，因为今天这么多粉丝，多发一点，大师这分太担大一气下。了。直播间其实现在因为夜很深了，所以没有太多的人，只有2000个观众。我的天，大师好棒啊！所以赶紧请观众们点点他的给大师点点关注，谢谢各位了。有人想问这个游戏，对这个游戏有什么独特见解没有？这个问题，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得要再改一改。你的问题问的有点泛泛，你要说一些比较具体的。你说独特见解的话，那包括每天的游戏技巧都有很多的，对吧？这些都算的，所以你能具体一些会更好。哇，你们什么手速全都抢完了吗？我的天呐，我一个没捞到，哈哈！我直播间观众也是很热情。大师，您知道那个武魂卡什么时候出吗？因为这两天我没走，他们一直忧心忡忡的，他们很想知道这个你有没有什么内幕消息可以和我们说一说。武魂卡的话，全球红狮赛可能会出一次，哦，但是出的比较少，可能是在元旦左右或者1月中旬出。好嘞好嘞，大师的话平常也会接一些帮忙调号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，大家可以多去看一下他的这个视频啊。对，每次出新武魂的时候，我都会出一次搭配的攻略。哦，好的，那大师调魂环的功底是很多观众都很认可的，值得信赖。然后观众朋友还说，哎，希望我让大师多开直播，大师收不收徒弟呀？因为现实中比较忙，所以这段时间就没有去开直播。哦，好收的。徒的话，如果有时间会的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啊，再次感谢，大师大大的光临。
感谢他送的那么多福利。好好，谢谢妄图，谢谢妄图家粉丝的关注。好的好的，您客气，您客气了，赶紧帮我点点关注啊，给他观众直播间的观众们动动你可爱的小手指吧，谢谢了。好的，那我们下次再见了，谢谢大师了。好的，再见。好嘞好嘞，拜拜啦。我先自己玩一玩，你好多观众都说让他帮一帮我，这等一等，这里的话，我们想想特勤大奖先可以领一个东西，没什么用。刚才我们把肠子吃了好多，都吃满了，而且这里刚才还领了一个高级回收内单，这里刚才没怎么说。然后我们这个肠子吃一下，这17个火腿肠当年好像也抽满了，这个再抽的话肯定会溢出。然后观众朋友们的提醒是，我们这里的这个大奖它的消费榜已经排第二了，对吧？我们少买点199啊，不对199，一次买200个，买多了不太好，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。来开这个爆竹，第二就第二了，没关系，200个200个的开。这里有问题呀，运气好点行不行？看在直播间那么多观众的份上，展现一下你这个三七这家的游戏多么的有魅力。哎，出来了，对吧？哎，出来了，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，把塔打了，现在没有特训，没有用的。再来，再来。我有人已经开始说卖他2个草皇，5个至宝，完了。这大佬是太空人，他想要抽两套，就是凑两套吧，应该是。但是，我现在自己的这个至宝都没有齐呢，这个真的很难了。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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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。这儿还是差他钱，差他这个东西，199，再来抽。龙记先开了，爆竹开起来。妄图寿命就是好使是吧？用我的寿命来抽，哎，这是刚才红色回应吧？应该是，我肯定没有看错，应该没有抽到。现在差不多齐了，至宝现在才差不多齐，但是人家张口就要5个至宝，你说我怎么办？好难啊！然后我们照顾的话，应该也是优先照顾这个大佬。哦，太空人已经有3套了，他就差2套。好的好的，我们给他凑一凑，这个没有问题的。呀，不太行，这次这200个运气很一般，但是金铜石给蛮多的。哦，这辈子没抽过奖吗？你感觉到我这个饥肠辘辘的感觉吗？我要抽奖，我要抽奖！我靠，还是比我高，这个家伙有点狠啊！这个家伙有点狠，多了2个至宝也不太行，也不太行啊，各位。乌刚买早了是吧？但是你看这个活动也没有给乌刚啊，乌刚没有买早。哎，又来一个仙草，nice！仙草又赚100块，nice！100块在这游戏里面就是3000多的钻石，这给了好多那个不用的什么火腿肠，给我点别的肠子，拉拉这个属性，看得很满足是吧？啊，又来一个草皇，哇！我感谢刚才有个大佬的提醒，要我200次200次的买，200次200次的抽，哇塞，这400个就出了3个，我应该是抢了别人的这个欧气是吧？Nice，现在就只有我在开了，别人都没有开了，太棒了，这还不错的呀，各位，你198就中了，那可以可以，很好了，好，你既然在这儿和我炫耀，哎，那我就和你说说我抽了多少个草皇吧，不多，也就抽了13、14个吧，对吧？是不是这么回事儿？大师大气，大师又送礼物了吗？我的妈妈！我看他这个贡献有很多，我只知道他刷了很贵重的礼物，谢谢大师了，大家可以艾特一下他，然后去关注关注，谢谢谢谢各位了。刚大师刷礼物直接出俩草皇，我的天，怪不得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谢谢大师，也感谢七老板啊，也祝七老板啊财运亨通，早日资产上亿是吧？这个资产上亿我们不知道啊，妄图有没有机会，但我觉得这个七老板。这个他机会更大，希望他能先富带动后富，是吧？到时候帮我们一把，谢谢大师，谢谢齐老板，谢谢直播间的各位。这儿好多个金苍蝇啊，金苍蝇都不值钱了，你敢信？当年觉得这个东西，哇，一个20多万战力，好给力啊！结果现在就这，我的妈妈呀！好的，好的。这次运气一般啊，没有出这个草皇，问题不大。
再看一下，哎呀，他还是第一。哎，他不能太嚣张吧？他如果一直是第一的话，明天我们要找七老板去求助了，让他给我们些钱，顺风顺水顺财神啊！这个句话有意思。好的，给七老板涨涨粉，给大师涨涨粉，我们这草皇就来了，是不是？各位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儿？让我们出来这个先暂停半分钟，大家去给他点点关注，好吧？至宝又来一个，但是仙草皇呢？怎么我看有人开了这个魂骨出来？这出了什么大病？啊，丁香开了这个魂骨，我的天！现在开魂骨吗？那么好的，哎，仙草皇礼包是谁开的？不是我吧？我这儿有六个。哦，七里放花了，有种把他干了。OK， 七老哥在的，今天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稳稳的拿个第一了，是吧？这儿再来199，哇，老哥在的，那好说啊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来搞起来。丁香现在开魂骨的话，应该是他差的不多了，他当年也开了很多套魂骨，现在应该是想把这个魂骨剩下的都拉满，最多也就搞个5套彩呗，了不得了，我的天哪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这就真的我们玩游戏。离不开各位观众朋友的支持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越走越远，真的谢谢各位了。无论是现在你是在看直播还是看视频，老图都感谢你。但是如果你能再给我们点点赞，是吧，给我们点点关注的话就更棒了。这儿别人又抽了这个草皇，他抢了我的草皇，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不要跟着别人来呀，就别人在抽的时候我们是不要抽，我们挑个阴间的时间，挑个凌晨3点59分的那个时候去抽，感觉会比较好。谁弄我家的妄图就干他。好，七老板已经发话了，老板霸气啊，是吧？那咱们这个第一有戏了，有戏了，各位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哎，又出一个至宝，七老板 YYDS 是吧？永远的神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我也觉得。再来，哎，刚那个没有开清，是个肠子还是什么？有时候点太快了，就是。不太行，哇，这次真的是，如果没有七老板，也就没有咱们这次这个斗罗这么精彩的这个环节。再来199，现在买完，哎，已经是第一了。好，七老板现在先不用着急啊，我们这个活动是持续3天的，他之后如果再上的话，我们再超过他，最终的决胜局不是今天，也不是明天，是后天晚上。好，又一个至宝，现在就至宝仙草为主，金龙石能多给几个，哎，最好了。其他的材料感觉一般般。这鼠标都被点飘了，只要人没飘就可以了。这老板实在是不是一般的大气。这个游戏我们真的坑了他不少钱。他当时其实应该超过了他当时的这个预算了。所以我们除了感谢，其他的什么话，我觉得我嘴拙也说不出来。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，最后一天买了以后，然后到时候再去开是吧？哇，感谢景耀送的跑车，哇，第一次收到跑车的感觉，真棒！哇，整个人都要飞了起来。这里我们再抽一个199吧，再抽一个199，剩下的就等明天了。希望观众们能够理解啊，连点气都不需要了。最后这200个，运气好点再给一个草皇吧，谢谢了。现在没有人在开，只有我在开，运气好一点。哎，别人也在开啊。不行不行，来个草皇吧！我的天，谢谢无恙小鸡。等一下开，这卡了一下，稍等。这儿邮件，哎，落败了，没关系啊，到时候再揍出去。背包里还有一点点，现在暂时有点卡，还有150个。老板们，大气大气，威武威武，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。其实很多人没有时间玩，对吧？看这个视频，看这个直播，节省了很多时间。然后他们再送了下礼物，其实也算是资助了我们进这个游戏去干这个对手，也成为了这个武汉的敌人，对吧？也算是参与游戏的一种方式了。我今天其实想多抽一点点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想着多抽几个草皇卖给他们，因为答应他们说是要给他们这个草皇预约了的。什么是没钱玩？是没时间，别瞎说。这儿200个又没有给，这个有问题，有问题。我们先缓一缓。我这儿48000，其实这好友赠礼，刘德华给了我几个魂王。哎，我不一定需要魂王啊。这个魂盒的话，我现在不一定需要。这你先别给我啊。
这个邮件我暂时先不要领，好吧？我们先把背包里能用的先用一用。这二十四个，我们先看一下。二十四个，我们这里一个红色的都没有，所以我们一样开三个，使用一个雪龙参、断肠红、摄魂草一次。好，两次。视频跟不上，慢慢跟啊。这个，现在妄图已经开足了马力，第三套出来了。其实就是，我们现在我的压力有点大，所以这个有时候剪视频每天能剪三个四个的，但有的时候有可以算是抑郁吧，然后就没有心想剪这个视频，什么视频都剪不动，也请大家能够谅解一下。好，我们十五件开完了，来这里安排安排，替换一下。一件，这个才加20000，没关系啊，因为这是套装属性不在了。这个直接加250000，三件套再来。好，加了50000，这仙草再来一个，又加360000。这个的话也有这个四株啊，圣草，这不是这个至宝仙草，本来是三件的，现在是四株，生命值低于40时触发，每秒回复4的生命，同时魂力恢复速度加快40，持续8秒钟，好厉害啊！再来。然后我感觉啊，把这个至宝仙草替换下去好像是没什么大的作用，我们就给它上了吧，没关系啊。还差三套，这用的都是红色，没有问题。这还有这个黑色的摄魂草也浪费了呀，刚才都是红色的呀，都是红色的，没有问题。至宝仙草来一个，水晶血龙参来一个，直接两件套属性加了270000，再来。哇，天机大大也过来了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感谢抖落大为处天机大大，谢谢你的大力支持，我替武汉谢谢你们了，谢谢你们的大力支持，让我能够胖揍他。这 武汉听了一定很开心，他又要有新的对手了是吧，谢谢你们，哇真的是太棒了，这种感觉太棒了吧。这直接再加190000，我的天，这个属性替换再升一下，这个 寒草再加了160000，我的天哪，这有红点我们就点。好的，虽然这个仙草开始很乱，但其实是很厉害的，这就是两件套，这也是两件套，这也是啊，这个好像不怎么厉害，就三件套。其实可以给这个卸了，换一个紫草，对吧？换一个紫色的会更厉害。哎，但没有这个属性，好奇怪。紫草的话，按照他推荐的来，其实不太强。我看一下，紫草好像也不多了，一个。这个能换成紫的吗？两个。好，六件套就有了，但是六件套好像也不强。哎，等一下，一二三四五，这个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是紫色的，紫色的它不会有这个绮罗幽香的加成，草黄的加成是指的针对这个黑色的和那个什么颜色的。好，这个老是要替换替换，好烦啊！大师老板是我兄弟，感谢多余了。哎，这个是一定要谢的，一定要谢的。其实，一个是礼貌，另外一个其实，我感觉为了能希望他下次再来，对吧？这个功利一点是这么个说法，是不是？好，但是我们其实送礼物无所谓多少，有个这个心意就行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做一个朋友，以后常聊、常认识、常来往，对吧？这个是最重要的。这里这个龙之叶那么多啊，这个用到心脏发慌呀！我的天，好爽啊！寒草加防御，好的，这个仙草慢慢调，别着急，再来再来。然后大家就是，量力而行，有的人他可能看直播一冲动热血上涌啊，可能也搞了很多礼物，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。你要是大佬，你有很多这个，对吧？那无所谓，但是没有的观众也无妨。哎，我们这个欢迎所有人，就是这么个情况。我们的唐门绝学可以升好多了，20重三层升起来，这每一重有10级。你看这儿需要的是3000万，这是多少位？这是43亿，哇，这可以升100多下，这40亿，我的天，40亿的 SP， 我们现在升完以后再升其实是不太够了。草黄活动打冰火暴率特别高，哦，现在是这么个意思啊。好的好的，竟然还有隐藏的属性，好的好嘞，直接升到30重，真是大气磅礴是吧？有人还明天期末考试，赶紧去睡觉，不然我祝你期末考试不及格。好，31重 ，nice。以后再升就很难了，他加的 PVP 增伤、PVP 减伤、攻击加成，这些都是到了多少级解锁的，好像是20级、25级、30级才解锁的，这一下子解锁了好几个功能，这样又厉害了不少，不错不错。兽魂选择得等一等，
大师去出殡，大师老板都跑路了是吧？好的好的，不该坑不该坑，我其实就玩笑话嘛，对吧？能够理解一下，其实就是友好的，就是说一下，哎，说的不到位的也请老板们见谅，毕竟是一个新人主播是吧？然后这儿加6万 ，nice， 这又能加好多呀，三十五阶点这么一回，哎，咱就能加20-30万的战力 ，nice， 没关系，再来，说明他是去冲币的，也说不定是不是？再来，拉起来，这个东西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估计啊，当年太子哇，350个做金钟石，各位，350个做金钟石要怎么搞啊？这个，我想想啊。直接把前面的都升吗？先把这个第一个凤凰拉满吧，这不用说了，这个先升十好吧，十，这个升15，幸运加一点，这个升20，我的天，怎么那么豪横啊？这个升25，这攻速不就上去了吗？这个升30，再来全部拉满，感觉够呛啊，没有那么容易的，一个角色他要花好几百才够的，所以我们不可能全部拉满，这个攻速啊直接拉到40，然后又需要前面去拉了。我看一下，这个只能升到60，对吧？还需要再升20级，前面每个再升20级才够啊。主角先升，好吧。我们这个直接升到30，不够的话我们就再抽。这个升到35，这个升到40、45。我的天，刚又出了一个什么礼物？谁送的？谢谢老板。凤凰需要升加升，需要的。等一等，最后再升是没有问题的。这直接升50。攻速就可以拉满了呀，这升55啊，再激活2个坐骑解锁金钟等级上限，哎呀，再等等，谢天机 老板的大挥击，感谢，这儿不让升了，竟然是被这个坐骑影响了，我的天，哎呀，我前面这些都拉了，每个都拉了10点，1、2、3、4、5，我差不多浪费了50点，太难受了。好，这个伤害加身直接拉到50，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再给这个熊升一升，熊最后的话是有这个伤害减免的，这个熊能扛住就很厉害。来升一升，这个熊的话攻速不怎么重要吧？它，不重要的，就是这个伤害减免比较重要。这个我们想一想啊，先升个10，再升个10，感觉都不太够了呀。哎，感觉这个应该升15的，先升10吧，无所谓。PVP 减伤啊，这个多来点，先拉满，拉到15，拉到20。好，需要3个金钟到达15，先等等。这儿先拉到10，基础生命加成，这个加的挺少的，不多。攻速很重要是吧？每一个都要攻速。好的好的，熊的攻速，因为它只有一个主动技，它其实不是那么的缺。这伤害减免其实不是特别给力，不如那个 PVP。这个攻速要不要再搞一搞？搞一搞吧，攻速还是比较难得的属性。这个伤害减免再拉，好了，没有了，各位。现在考虑一下这个 PVP 减伤要再拉一点，再拉的话就得要给这个升，再拉一点。好，攻速其他也需要，但是现在没有这个精通了，得等一等，以后熊会换。好嘞好嘞，所以这个攻速要拉满没有问题。现在我们再把这个抽了吧，斗罗盛典现在已经是第一了。其实我们这个4万钻最重要的问题就是，哎，各位如果今天你们有时间的话，得等一等，我把这个草皇卖了以后我再充值然后再抽好不好？今天晚上通宵干不了，但是可以多干一久，没有问题，持久一点对吧？今天直接让这个武汉绝望。他之前我还听水友说，直接这个活动他要搞100万钻，结果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来抽起抽起，仙草硬起开了，去升级。刚才还有很多的这个宝箱的，这种宝箱很多很多都还没有开。再来一点这个金龙石，仙草草皇，再来一个。我要对得起我的水友啊，他们预约半天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不行呀。金苍鹰，哎，有个质保，36个。草皇其实是不那么好的，哎，我刚说不那么好的，又得到一个，又赚了100 ，nice。我又赚120 ，nice， 又给一个质保，这次赚了160，对吧 ？nice nice。再来，趁胜追击，趁败休息是吧？再来开这个爆竹，再来，抽起抽起，又一个质保，25又来了。这金龙石好棒啊，我好喜欢啊！之前他直播上还有80万钻石，其实，我和我当年是一样的。我当年虽然看着号上面有很多钱，对吧？昊天三剑的时候，号上面有很多钱，但是问题就在于
我那钱要留着长期使用的，我已经计划好了要玩2个月、3个月，所以我不能乱花。每天看着那个钻石就心痒痒，但是又不能随便花，那种感觉是最痛苦的了。所以我们这个钻石啊，从来都是每天就充那么多，需要的时候再多拉一些。这里能不能再给一个草黄呀？这个压点压这节奏压的节拍是不是很给力？但是他就不给我草黄，就不给呀，就不给，给一个呀，给一个，不行了呀，各位，只剩24000的钻了，哎，不行不行，最后一次了，各位。再来给一个草黄吧，草黄草黄草黄，来一个至宝，来一个 nice， 再来再来。我们现在其实不要说是拉得太高，拉得太高对于武汉来说也不公平，对吧？直接把它干没了也不好，我们就稍微压一压它就行了，我是这个意思啊。耳机挡暴毙， OK OK， 好的好的，我温柔一些啊，给我一个草黄，我操我敲，给我一个草黄不行吗？我是招你还是惹你了？我的天老爷，给了一个至宝还行，但是我更想要这个仙草黄啊！草黄草黄，来一个，来一个呀，来一个，不行呀，七宝七宝是我呀，再来再来40。哎呀，我这里完了完了完了，有人直接要张口要5个草黄8个至宝，我去这个。要求太过分了，这个少给他就给他一个吧，我们先满足这种战力比较高的大佬，现在先等等，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抽，但是现在当务之急先把这些啊给卖了，这能卖700，这能卖个300-400吧，能再冲个1000。太空人我们加一下他好友啊，2个草黄200加5个至宝125，我先给他送过去吧。太空人他现在是离线的，一个啊，2个价值50000钻石，5个至宝的话送了吧，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至宝的，好送了。然后仙草有个女孩子，我给你一套吧，175一套，是这样子，先发起人家跑路不至于啊，这个太空人是我们这里为数不多的大佬，等等他有可能睡觉了，那哎这个有点问题啊，有人说他700个箱子给了5个至宝，仙草都没有，黑了一批。我给你一套吧。现在剩下的就是谁先给钱，谁说了算。好，先给，太空人的钱我已经收到了，325 ，nice。我直接加入气力公司，好的好的，老板大气，老板牛，是的是的。妄图要向太子爷学习，这还是跑路了，然后。给你一套吧，175，谁给我钱？哦，好的，哦，他只要至宝，好的好的，不是他只要草黄，我给你2个。梁佑的话，他今天充了12000，他说他至宝满了，但是草黄还差3个，我先给他2个吧，这实在是不太够分。这又有人找我了，等一等，这个梁佑他说他一定要3个，我们先加一下他好友，这好多人都说我要，浑身55级，没得错。做这个生意有一种快感，哎，交易成功的快感。季老板公司缺保安吗？哎，我也想去他公司当一当，做个兼职是吧，白天做兼职，晚上当主播，赚了2份薪水，这样好养老婆。我们先给海棠一个吧，海棠是我们这个区的女孩子啊，她当年耗电3000的时候她就看了视频，然后加入了斗罗大陆的阵列，好，给她一个，这个100块钱我收到了， OK。这个梁友他说他给我红包发了200，这我也没有看了，待会儿再说吧，发完再说。我卖的其实不贵对吧，但是问题就在于数量有限，我只能说是照顾照顾人。这里名字叫啥，有人又给了我175，稍等一下啊。哦，三炮啊，好的，三炮先等等，现在不多，1个草黄3个至宝， OK。然后元帅的钱，元帅我看一下，他是在群里转了我钱，我先给他吧，这钱我已经收了。这个元帅的话我找找，我在这加一下他好友啊。哦，这个帅是这个帅，他只要一个草黄，完了，只要一个草黄，我们是不是下次就不要说这样子给，但是他已经转钱了，所以我们就给他，这个最好搭配着这个至宝去给，不然比较亏。现在我们看一下有多少钱了，我看我微信啊，
我微信现在是刚好900块钱。我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充值是怎么搞的呀？老板让我自己拿币，先等等啊。这个钱其实也是气老板的，我是拿气老板的钱抽的奖，然后去卖的，然后再充到游戏里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啊。群里骗钱，待会儿可以找我做一下这个中介啊。这里教一下大家，我们现在充值很方便的，就七里网络直接进来有一个自助，在浏览器打开。浏览器打开，输入我们的名字 ，Last 斗罗。我们充900，微信支付一下。气老板让我拿钱去娶老婆，这老婆，没关系啊，这等一等，以后啊挣更多的钱就可以了。好，这儿结束，充好以后，我们这号上又有这个钱了呀。现在有1000了，刚才是只有100了，对吧？我们算一算啊，今天我们这1000能拉多少？除以0.3，我们能充3000。那充完之后就是今天就充了5000了呀。再来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什么老婆900块？我这个问的好有水平，我今天无以言对，我的妈妈呀！好，搞完，现在又有45000的钻了。看能不能再搞2个草皇吧，199抽起来。